Hello 大叔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个 bug， 就是百里守约这款新皮肤朱雀痣的 bug 吧，但是配合个性动作会出现这个问题啊，就是点击个性动作之后，我们看百里守约的走路姿势变成了这样子啊，就是往前冲，它这是这款皮肤就是独有的一个个性动作嘛，就买皮肤送这个动作啊，然后点击动作之后，我们再点击一技能是吧？点击技能之后再点击这个个性动作，我们可以看到百里守约的走路姿势又变了，然后变成站得笔直笔直的，这相当于是个 bug 吧。像这种走路姿势，其实好像以前也出现过很多次，像诸葛亮啊、裴擒虎啊，也出现过类似的 bug 吧，后面都修复了。估计这个 bug 应该也会再修复吧，可能春节的时候程序员在休息吧。然后他这个皮肤的个性动作只适合那个朱雀痣啊，像那个特工魅影用不了，因为他是个性专属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3D 视角下他的这个姿势啊，3D 视角下这个姿势是向前冲，这个 bug 也就只能在这一段时间看吧，估计下一次更新他就会修复啊，因为这段时间估计都是在休息啊，春节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一技能啊，释放完一技能之后，我们再点个性动作啊，那这样的话它就成了笔直笔直的走路啊。这种走路姿势大家觉得如何？如果大家有这款皮肤，大家可以去试验一下，就是点击之后，而且点击技能之后，然后点击个性动作，它就会这种笔直的走路。然后平常的话，你直接点击个性动作，它就会往倾斜的那种走路姿势。